身体嘛是爱休困，也唔困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阿爸闹啥问题，谁甲你叫啦？去啦，去休困啦。啊来啦！啊水啊！啊今日啊，风台要来啊！咱咧感冒起了了啊啦！啊我到转去啊，啊无倒去手机啊，要安怎啊？阿爸，你别烦了，你别烦了，我来处理就好，我来处理就好。你们的陈医生啊，我来照顾，我来照顾你啊。你们也不要吧，阿爸，
你别惊，你别惊啦。因为我在陪你，困在你的肚边吼。虽然我是一个医生，却无能力挽救阿爸的性命，甚至连伊得什么病，到过身我阁唔知影。阿爸就安尼结束伊的一生，我实在真唔甘。阿爸的病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这么多医生竟然无法找出答案，以后若是再有人发生这种病情，这样阿爸所受的这些痛苦牺牲不就无价值了。早起有累累，去别创啥？是巴肚枵啊，心？不是啦，阿母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跟你参详啦。什么代志？我想要甲咱甲阿爸的大体捐出去，好无？捐。阿母，你听我讲啦，我是一个医生，我了解病人的大体。假使咱若是把阿爸的大体捐出去，予人做研究，是真大个贡献。尤其佮参照阿爸的病，一直佮拢查袂出来。莫佮讲啊，我即下无咧心情佮你讲这啦。阿母，阿爸在病痛的时阵有偌艰苦，你是最了解的。阿病到最后，到底什么款原因，我是查袂出来。现在阿爸牺牲了啦，假使讲以后，若是还有病人得到阿爸这款同款的镜头，是不是要忍受阿爸所经过这些痛苦呢？阿母，咱若是把阿爸的大体捐出来，好不好啊？莫讲啊，莫讲啊！拜托你，莫再讲，莫再讲。
就是人无要甜的，咱才要等来啦。啊，就是人无要甜的，咱才要等来。啊，都卖菜阿姨啊无，最近厝内吼无通教好过啦。啊，菜吼囥到拢唔禁禁嘛，啊，咱也无甲买，啊，啥物买？下当留着一个人活久哦，迄你拢免去甲烦恼啦。上届无哦，我嘛伫你身躯边咧陪，一直到吼老老老老甲袂白头到，老甲吼去结佛祖。 什么你都跟我爸啦，我求求求求，这世人永远都拢替你的安生，这边一定是你的意思吼，会啦，我会告诉你这边。 林，我咧做是毋是太过自私啊？你毋通安尼想啦，阿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爱给伊时间啊。尤其是阿爸，是阿母一世人上较亲的人。阿爸经过真大的痛苦来往生，即卖特别阿母考虑这件代志。 伊当然会唔甘，会无法度接受啊。阿母的感受，我当然嘛是知影。也毋过，我是认为讲，阿爸的代替若是当捐出去，对阿爸来讲真有意义，嘛真重要啊。你的想法，我当然了解啊。啊，毋过阿爸是大家公家的，毋是咱安那想，做小弟小妹拢会用得接受。
尤其是阿母即卖的心情，大家一定会唔甘伊的心内搁较痛苦。严哥，你看卖，阿爸的病，让伊受这么侪折磨，让伊这么痛苦，连我这个做医生，我都无法度甲斗相共。我当然嘛希望别人会当免受这款折磨啊。假使讲阿爸的代替会当管，让病医做较侪研究，安尼阿爸的死亡是毋是较有价值的？宋伟，阿元，阿兄的意思是，大兄，你莫阁讲啊，我拢有听到。大兄，只要阿母同意，阮这做囝儿事事嘛无意见。唔免阁想我啦。阿爸都拢已经去啊，啊老迄个身躯学堂就是有啥物路用？假使讲来往帮助搁较济个人哦，我相信恁阿爸伊是会答应的。恁大兄是做医生的，伊若决定安怎做，都听伊的啦。阿母，英宗拄只已经敲电话予主席病院啦，讲阿爸要捐代替手术，拢已经开始咧进行啊。好啦，恁决定就好啊啦。啊，遐个菜拢蛮好啊，先退转。啊，我等下去办吼，你再搁过来摕啦。好。阿好，姐嘛，你好。啊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兰啊，阿兰，哎，什么代志这大声咧话？哦，天地颠倒病啊，你搁当作无代志呢？什么天地颠倒病啊？嗯，我问你啦，啊，你若最后甲恁新妇哦，甲恁厝内遗体卖予主宅病院，啊是有影无影？你莫咧乌白讲啦，迄哪咧卖啊主宅，我管的啦。啊，骗笑的啦！啊，无钱就无钱啦，哪会当做这种代志啦？啊，恁囝吼，甲恁翁的遗体拢卖掉啊！啊，你搁安尼无影无紧？你吼唔嘛莫白讲啦！阮的代替吼关怀病院是要互因做研究，哎、欸，阮是做善事呢。哎呦，哪会用去卖钱啦？啊好啊，你若乌白讲吼，我都要生气啊哦！啊好啦，啊唔管讲哦，你有摕钱也无摕钱啦，啊无人参照恁阿水啊，遐不好啦。啊，啥物好事安尼咧唔做，啊做甲吼，连因老爸都提起用安尼管。啊，你讲啊，你这个某啦，拢无咧管呢，你实在有够绝情哦。人过往啊啦，啊，甲大家土地互谈家，安尼叫做有情哦。欸，啊，我是咧甲你苛刻呢，啊，你即摆讲安尼，啊，无怪哦，恁阿水啊，才做这种代志啦。欸，唔是阮阿水啊啦，是我决定的啦，是我要管的啦。你哦，啊你安尼做吼，啊你就唔惊讲下摆就换你啊？轮到我嘛是同款啦，我甲阮手啊捐出去，以后我嘛要甲我捐出去斗一队啦。啊人若过往吼，佮用做善事，啊先阿歹个囝较有意义嘞。
好啦，算讲哦，我输你啦吼。啊，我就是讲恁家有发生啥物代志嘞？竟然哦，拢是你的主意啦。啊，毋是我主意，无是谁主意的啊？啊，是讲哦，你讲安尼嘛有道理啦。啊，人死在涂骹嘛会烂去啦。啊，若讲关起予病院做研究哦，啊，搁用咧救人呢？啊，是讲哦，啊，你敢袂毋甘哈？啊，就是毋甘吼，毋则要予伊囝仔较有意义咧。阿兰哦，就是阿兰啦。啊，啥物代志哦，都拢想到遐尔啊远啦。难怪哦，你会当把你的囝咧教甲遮尔啊敖，遮尔啊乖啦。雪儿，是安怎啦？啊，目眶内红红。是阿母啦。阿母又搁咧艰苦啊？不是啦，是我听着阿母甲隔壁阿好姊妹咧讲阿爸骨代替的代志。予伊感动的啦，咱要甲阿爸代替管厝的代志，是毋是阿母真歹做人？阿母是外人讲话无毋对啦，啊，毋过阿母并无歹势，佮将所有的责任担起来，要予咱互人批评。而且阿母佮讲伊以后嘛要将代替管出来，甲阿爸做伙。啊，好姊嘛，嘛听到足感动的，嘛真肯定咱官太太的做法。阿母，实在足感动的，咱有一个这么伟大阿母。是啊，咱以后嘛袂当输阿爸甲阿母哦，咱莫甲代替管出来，我是会救人。而且，莫甲阿爸阿母。放伫同一个瓮仔内底，连胃拢流出来。阿母，虽然你常常讲你毋捌字，也毋过你的智慧，甲你的善良，是阮遮做囡仔一世人的富贵。我真感恩，会当做你甲阿爸的后生。阿母，我要回来高雄啊，我都甲你做伴，你家己好好保重呢。放心啦，有素梅啊陪我，啊厝边隔壁嘛来谈，我袂无聊啦。啊，要转去兵队啦，啊，无差五分钟吼，莫赶车嘿。阿母，安尼，我来去哦。阿母，再见。保安老师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等我退休，我就回来陪你吼。你真是要安尼拍算哦？
我决定啊，阿母，你年纪遮尔大，今阿爸阁无伫个，我袂当让你等落去啊。你若决定安尼做，安尼是上好啦。啊，钱哦，趁有够用哦，一家伙人住斗阵，这才是对的。啊，我实在真欢喜，啊，我实在真欢喜。秋啊，你有听到无？邓阿水啊，已经决定啊，伊要对高阳退休，转来咱宜兰开业。你安尼毋忙三十年，总算予我等到啊！你哦，实在真无福气哦，秋啊！你若莫遮早走，咱一家伙啊，着用好好住斗阵过日子啊。手啊，实在真无福气。阿元啊，啊你是坐几点的车，还搁咧懵啊？啊，毋赶紧出门安尼？啊，那衫裤搁安尼抽抽出来啦？是你找衫是毋？毋是啦，啊是要为头整理，哈？毋是啦，阿母，我是要摕出来吼，无要搁藏入去啊啦。啊那安尼，啊你要要转了，啊台北毋是有工课？阿母，来来来，遮坐。阿妈，阿母，我想要留点头声陪你。伊搁找讲要陪我，啊，厝里都有锁门啊。而且恁大兄讲，这边若转去，伊就准备要退休啊呢。阿母啊，别人安怎做吼，我唔管啦。就算讲锁门要住喺厝内，啊，不过门市迄边的生意嘛是爱伊去无闲啊。非得阿爸嘛无伫个啊，我嘛袂放心你一个人伫遮。我要留在这裡跟你做伴啊。你這個傻囡仔，想想遐爾多啦。人的少年人攏嘛佇外口咧打拼，出去行行咧，毋通到阮老伙仔甜斗阵行袂開腳。去啦去啦，台北老石頭吼，都愛轉啦。阿母啊，我是一個做事人呢，台北有的頭路吼，這邊同款有啦。啊，毋過吼。阿母，敢若有一个呢，我一定爱留点正，甲你陪伴。弟哦，安尼会无志气啦。阿母，你即阵囡仔内底，敢若我捌的字上少呢。想当初，若是无阿母你甲我饲大汉，我即摆人伫台，我拢毋知咧。我即摆好好甲阿母哄胎，这就是我上大的志气啊。好啦，随在你啦，有伊就大啦。我要去买菜啊，嘿。郭先生，
早人吼，讲家母娶囝会轻松啦，啊家公娶囝吼会头痛。啊，咱这个是查甫人，你艰苦我嘛了解啦。啊，无安尼好无？恁囡仔搁留咧，我俩来继续照顾啦。生八个囡仔，同款安尼热情，内底上念歪，今年是抱回来年仔囡阿元啊。这拢是缘分啊。阿爸，你就安尼走，而且都走遐尔突然，心肝底还是感觉像咧做梦梦同款。对阿爸你的离开，拢感觉足唔甘的。尤其是阿母，甲你生活几世人，伊心肝底的艰苦，一定是比我一阵囡仔都要艰苦几啊十倍。生活上大的支持跟力量，阿爸，我跟你保证，我和阿母一世人，每一天拢过得快快乐乐。阿爸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做会到。转去啊吼，啊，咱人也无真济，饭店住过。我知啦。阿母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讲的。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要去做主席。啊，来雄雄想要去做主席。其实嘛，毋是雄雄啦。阿母，你会记得无？我高中的时阵啊，啊，敢毋是拢都爱参加什么爱心团啦、啊，啊，四界吼去访问迄款孤儿院啊，啊，是啥物恋爱之家、啊，有无？阿母，啊，你都会记得无？哎呦，以前恁拢拍拍照，阿母哪知恁咧做啥？啊，着前几冬啊，我有一个客户吼，我特别去花莲吼去看景色，啊，我头一摆看到师傅吼，啊，着伊所做个代志。我心肝底感觉足感动的。自从迄摆了后咧，我就会特别去注意吼师傅甲主席因的消息。啊，师傅伊讲的话吼，我嘛会特别去想，特别去听。啊，尤其吼是阿爸即摆往生的时阵哦，啊主席吼来遐尼啊侪师兄师姐来咱土斗三工，我更加我都体会吼做主席伊的意义，就是等吼别人需要帮助的时阵出来。共斗相共，互人温暖。对啦，对啦。好佳在这边吼，有足侪人来甲我斗相共。啊无阿母迄个时阵哦，安尼茫茫渺渺，啊，啥物代志嘛无迄个心情去想。所以阿母，我再想要讲吼，要去参加足侪，将别人吼对咱的温暖，用同款的方法甲报答转去。而且吼，师傅伊的册内面嘛有讲啊，有孝甲行善是袂用等的。你安尼想真对啦，啊！你来安尼想吼，恁阿爸一定真欢喜的。其实吼，即嘛感谢阿爸，伊甲我结了好缘。我想啊，我也尽力去做吼，我就会慢慢接近吼阿爸伊的精神。得替恁阿爸想遮多，阿母是真欢喜。Thank you.
先休困啦。啊，一入门就赶紧来捡起有一堆病人的资料，白忝啊忝。目睭咧看资料，心肝咧想别个代志。啊，我嘛咧烦恼，尤其是咱要离开的时阵，啊阿母听你讲打算要退休要转去，还是遐尼啊欢喜，我着足惊。你也毋知影当时才放会开高阳这个病人啊。每一个病人，都是一个责任。我若是要离开吼，嘛是爱甲每一个病人拢医好才会用的啊。尤其因，佮对我遮尔信任，我真正毋知要哪放的。所以啊，你就不应该把你做袂到的代志，啊，讲到遐尼紧。我嘛是一直希望会当赶紧安尼做啊。喂。阿水啊，恁到厝啊？阿母，歹势啦。啊！我一入门就开始咧无闲，煞袂记咧要敲电话甲恁讲，阮已经到啊啦。无要紧啦，我知影恁真无闲啦。啊吼，我敲这个电话就是要甲你讲哦，有一个消息，啊恁就会较放心啦。什么消息啦？啊，就阿元啊，啊伊临时决定无要搁转去台北啊，讲要伫咧头城做新呢。啊，伊讲吼，伊若找到头路，啊，就拢伫我诶身躯边陪伴我啦。真实诶哦。阿元要留伫头城，甲你做伴哦。是啊，阿元才敲一个电话吼，甲你讲者讲阿母真好啦。啊，即摆吼有素梅啊，阿元啊，啊甲我住做伙吼，我拢有人做伴，袂无聊啊啦。欸，阿水啊，啊你伫遐吼，都爱看看啊事呢，毋通着急哦。啊，别个代志吼，爱共做啊好事哦。啊，等若无欠人时阵吼，才转来开病院。阿母会款款的等你吼，啊！你做你放心啦，放心啦，嘿。我知啦，阿母，无你较早歇睏下哦，吼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阿元真正要留在头城陪阿母哦。嗯。伊生足有心的，讲留落来就留落来。啊，我阿母，老早，恁食早顿吼。哦。啊，你今仔透早就要出门？嘿啊，张怡兰那边吼有朋友在介绍啦，有工厂吼在欠做工的啦，在招我去。老师头好做，都要较拍拼哈。阿母，啊你嘛要出门哦？我要去爬山啦。啊，你唔是心脏无好，啊哪会去爬山啊？袂啊啦，即摆拢袂艰苦啊啦。啊，最近定爬山吼，去山顶行行咧吼，身体加真好。哦，啊你爬山较慢的呢，卖伤紧呢。你放心啦，我身体还佫真勇的啦。紧食，我要来走啊。哦。阿母啊，你还较细腻的呢。知啦。山势真好啦，吼，身体呢哪来哪用啦？啊，哪早就来捡粪扫啊呢？老早，阿弥陀佛。请问吼，恁是吼？
阮是慈济功德会，伫遮做资源回收的啦。哦，慈济的书贼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嘿，啊，什么是资源回收？就是做环保兼做善事啦。哦，老菩萨，你看，师父吼，按阮像这人乌白乱带的粪扫，过当袂有钱的物件，为涂骹捡起来，带予变收作会，卖下资源回收的工厂再回收，搁利用。唔呐安尼哦，搁会当保护咱的环境，袂浪费资源哦。遐袂有钱的吼，搁会当捐下书，叫人做善事。你看，安尼敢毋是一举三得嘞？哎呦，这个代志吼，真有意义啦。对啦，咱人吼都爱惜护，迄土地拢是宝呢。就是啊，这嘛是师父常常讲的，知好、惜好、搁做好。对对对，讲啊真有道理的。无用啥，安内遮尔啊济空管啊！啊，我四界去踅踅，捡转来啊！阿母，啊你捡这是要做啥物？卖钱啊！阿母啊，即摆厝的无需要你趁钱啦，你安无用规世人啊，即摆好好享受。你是想去倒啦？啊，我这吼毋是要趁家己的钱，这吼安尼收收捡捡咧，踅踅咧，啊，互咱吼迄。书籍、书籍，摕转去回收场卖，买钱哦、喔，用互书做善事呢。阿母，你要做环保志工哦、喔？是啊，别行我袂晓啦。啊，若讲哦，对涂骹捡黄金，这着我上好的啊。啊，无恁这囡仔，我哪甲恁饲大汉的？师父嘛有讲啦，这项工课爱大家来做啦，这着甲我上好的。阿母。我知影讲吼，这你上会晓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为着要请阮这阵囡仔，已经无用规世人啊。啊，即马阿爸都无伫的吼，大家拢希望讲吼，你会使休困去佚佗，莫再做遐尔操烦的代志啦。素梅啊，啊，你无了解我，我是一个用得着的人吗？啊，这吼做环保吼，是一个有意义的工课啦。啊，不是讲为着恁三顿咧无用哦。我甲休困，啊，甲佚佗毋是同款。哎，啊，不过阿母，啊，你的心脏敢是会疼？啊，我是烦恼讲吼，你做遐尼啊操劳的代志，啊，万一吼啊都出毛病，啊是要安怎啊？啊，人若老吼，毛病就一堆啦。啊，我吼，啊，你用袂调啦。我一个医生啊，叫我搁惊破病哦。哎呦，啊，我啦，用用吼。唔是遐耍着遐疼，规身躯全毛病啦。即摆有环保吼，让我做运动。讲真诶吼，阿母身体也感觉讲哪来哪用，真好咧。好，阿母，我来倒三工。地甲摕过来。哦，你好，手拢在。阿母啊，啊叫叫遐尔济吼，是要怎摕啊？输济？我甲伊约好啦。哦。啊，因会开一台车来载，我是讲一逝工来啊吼，加捡一寡。阿母，你细你哦，在医院呢，你看不到哦。加捡几个吼，运动再加做几落下哦。你吼出头上多啦，啊爬山就爬山，还得减捡粪扫。无喏，这不是粪扫，这是吼唔知福气的人乌白赚的黄金哦。咱咧吼哪爬山，啊各用保持卫生，不是真好。啊，人遐回收的人吼，敢有可能来甲接收？咱这只叫做真正正哦，随手做环保啦。我一点仔都无加做。哦，捡到一个只，大个，还佫讲无加做。啊，你着欢迎甲我小手做啊。我吼讲袂赢你啊，后早吼我嘛早一脚底仔来甲你比，看啥人较贤捡啊。啊，着爱佫等后早，啊要比即马着来比啊。你看，迄四季后面逐日敢若有够济，啊要捡嘛紧捡。啊要捡着来捡，我惊你哦。
大家坐阵去哦，好歹大家坐阵坐嘿。我叫。啊，对了，哎，边啊，敢那个捡起来哈。干了，心情开朗，身边多出一个温柔风，轻轻吹拂我的脸颊，爱捧在我们的手掌。哦，光照亮你我之间连接的地方，直到我们心中最深处的隐藏。哦，你带给我无数的光亮，你赋予我坚强，因为你是我心中